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迪，今天难得要来一个人来玩《创世神的解谜地图》，然后这个叫做当一位公主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只知道它是个解谜，可是我其实完全不知道它里面的成就啊，还有要做什么的，就是作者实在非常的神秘，他并没有在他那个巴哈的网页写得非常的清楚。安诺阿手，好，然后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。我真的非常不会玩解谜这一类，真的超级没有慧根到可以去领残障手册的那种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看到我有非常大的障碍的时候，请多体谅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也很少玩解谜类的，所以也请大家帮帮我，如果我需要帮忙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吧。JK52030，这个地图是叫当一位公主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公主吗？然后一进来这个地图就看到一个，这是箱子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被骗了，它感觉很像箱子，可是又好像那种创世神的人头，有没有？好，谁会在房间里面放这种东西呀、啊？那个图画感觉应该有鬼。A6853512，我先来看看这房间好了。哦，有箱子哎，箱子。成就、剧情跟规则，来看看。先来看规则，好，按到睡觉了。规则：禁止破坏方块，禁止作弊，请调和平，亮度调明亮，调天气不算作弊，控制感情放在西瓜砖上，而且不得重复拆卸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应该调个和平吗？哇，怕没有调和平，会不会有那个扑进来？怎么调和平？哦，好，很好，他现在就是和平了。我怕没有调和平，等一下会有怪物跑进来哦。什么哈记？哦，你说那个箱子是哈记的头吗？嗯，好像蛮有道理的、啊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完了规则，现在来看剧情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房间吗？啊，对啦，我昨天晚上在看爱情电影来着，真是超级感动的。如果我也能跟里面的女主角一样就好啦。突然一阵敲门声，这样有临场感吗？我还有三页。管家，公主殿下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哎，公主，怎么了吗？公主殿下，不，没事没事。好，那我先退下了。嗯，等等，为什么变公主了？我家怎么有管家？不是吧，这太爽啦！瞬间一个那个公主病上升，太爽啦！变公主这样。A6365038866。好，所以这是剧情一，然后成就，第一个是跑到隐藏的世界，这是有点神奇。然后第二个是 Hater。第三个是收看了动物频道，然后妈妈的珍贵钻石，爸爸的便便是什么鬼？星星最爱的香蕉，所以这里面是动物园吗？好吃的鱼，高塔掉落的碎石，好，这个成就有点多啊。什么阿比公主干？我不是公主啊。Anno Sandy 90S16，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来探索一下这个房间好了。在外面 ，OK 的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哦，这是所谓的西瓜砖吗？这个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找到控制感，我才能出去。好可怜哦，我要出我房门，怎么那么惨？来看看，好，这床睡觉会怎样？这地毯有什么吗？跳跳，我来探索一下这个画好了。哦吼，果然可以穿过来，我就知道。我真的觉得在玩解谜地图，如果看到画就超诡异的。我按到一了。这边有什么？上面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好像有点。有箱子哎！不能开吗？开到了，跑到隐藏世界，你跑来神秘的世界成就之一，哇，这是那个成就，而且它有点猛啊，那个攻击伤害等等的有点猛。先把它放到这里好了。好久不见 ，Tom 30209，阿比公主蛋了，我不是公主啦。Lily 是 Lily 吗？对不起，三个，我视力不太好。等等才回家，没关系。那个聊天室大家不可以捣乱哦。我的墨德现在不在，嘿嘿，你捣乱我还是会偷偷把你扔掉的。呵呵呵。哦，这个，对啊，这个拿着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，跑到隐藏世界，这个成就有点 OP 啊。我的血条瞬间无限闪烁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我赶快回来原本的世界。上面是什么？在这边点得到吗？是一个神奇的石头，上不去。玻璃方块，好，好哦，好哦，什么东西？神玻璃方块嘛。好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一
冰的东西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转换天气，晴天。有什么差别？对啊，这有什么差别？安安哦，围城0218，是说你们现在大家知道那个 Twitch 的 ID 可以变吗？就是你可以改成中文或是英文，像我现在就是兔子阿比。对，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改改看。不过听说你只要打错字就悲剧了，因为它是跟那个 ID 是永远跟着你的。好，阿丽公主，小的会听话，好的，现在给我奉上那个超级多的巧克力来。这是窗帘吗？好，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些还有什么。这箱子下是不是还有箱子啊？哎，果然绝对不是这个箱子。提示：箱子中的箱子什么？箱子中的箱子是什么啊？是底下还有第三层吗？好像有点微妙。Anyway， 先这样吧。只能一次，大家要注意没改的。对，就是你改完你打错字就悲剧了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要怎么出去？箱子中的箱子。这重点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啊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刚刚我想要出去。箱子中的箱子是这个吗？不对，不能破坏方块，没办法改。是的。谁在告诉我要怎么出去？有点弱啊。箱子中的箱子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吗？没有了啦，它就只有这个啊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兔子一开始就卡关了？非常的聪明，不是吧？这边是海鸥，所以我现在睡一觉起来有任何帮助吗？我睡一下好了，那个兔子累了，本宫乏了，他睡觉有点快。等等，到底哪里有箱子啊？还可以哦，这上面是有箱子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是我要再进去异世界一次？哟，这边有箱子吗？有箱子吗 ？Hello，Hello。我只是想要出去啊！我从我家出去都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我就找到这个神奇的香香而已。I'm okay, GG35，我要怎么出去啊？听兔子说了之后马上改 ，OK 的，只是你要注意啊！你真的打错字你就悲剧了啊！这边都没有其他东西了，所以看来我要出去的钥匙不在那里，是不是？谁可以给我提示一下哪里会有？那个人家说钥匙不是都藏在盆栽下吗？地毯啊，地毯有吗？地毯，没有。人家不是说那个就是都把家里钥匙藏在盆栽下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现在一个疯狂的点，这边真的没有东西了吗？箱子中的箱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？哦，我看我是不是看到第三个了？还是第二个？我有障碍，这是不是非常难点啊？哎呀！到底是几个箱子啊？是我瞎了还是？是不是底下还有一个箱子？是不是是我的问题，还是我觉得它底下还有一个箱子？这要怎么点啊？安安哦，帮想个名字。哎，大大，你改了帮想个名字，你从此以后都是帮想个名字哦。你改了，你就不能再改了。我要怎么点到？我觉得它下面还有一个箱子啊。点不到，三个，我觉得有一个箱子，可是我点不到它。点不到。哦吼。安哦，55428641，我点不到。我可不可以把球拆掉啊？他是不是作弊？我绝对没有作弊啊！我只能晚上睡觉。OK 的，有三个，对啊，可是我点不到。我到底是应该点中间那个，还是点底下那个呢？点不到。请问点不到该怎么处理？就是要让别人随意叫我什么 ？OK， 那我觉得叫你。小邦，好怪的名字。那个名字怎么用？在退群那边的设定应该有。哎，我点不到下面的箱子，哎，怎么办？还是我可以从别的地方点它吗？去设定个人资料，没有做。哎，我真的点不到下面那个箱子，谁来帮帮我？点点点点，哎。破坏方块处理，可是他刚说不能破坏方块耶，怎么开啊？它真的是 triple 箱子，已经超出我可以处理的能力了。怎么点啊？怎么点啊？是这个吗？点不到。哈比公主作弊，我们会当中没看到的。好，虽然我觉得我这样会有点对不起作者。我刚是不是按到了什么？点不到。我是公主哎。
为什么我出个门又这么困难啊？叫我叫狗啊，狗狗你好哦。是我可不可以偷偷作弊啊？我觉得我有障碍。听不到。按 Shift 慢慢调好角度哦，这个厉害哦。没关系，我们业障重 ，OK 的。我是真的点不太到哎，刚是不是有对，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刚刚有点到，可以再让我点一次吗？点不到了，好难过哦。刚刚点到了，刚刚点到我却把它按掉了。点，哎，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一开始就卡关卡这么久的？点不到啦，真的点不到，怎么办？我只是一只小小的兔子公主，我想要出门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困难？点到了，点到了啊！终于点到了，好感人。那我房间钥匙，我来看看。我花了12分钟在第一关。OK， 我可以出门了，耶、yeah, ！可以出门了。哦，一出来就有箱子。到底是哪个公主的家里面的壁画都非常的神奇呢？点白色的就好，真的、哦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累累的。来看看这个箱子好了。找出星星的房间钥匙吧，所以我现在要找钥匙。OK， 打 Game Over 不要这样啦。剧情二，好，我来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的房间外面，公主殿下，请问怎么了吗？我的房间外面怎么这样，一脸疑惑的样子？你说什么啊？属下听不懂啊。你的房间一直都是这样的啊。我是吗？天哪、啊，这太赞啦！真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有点。非常的神奇，但是不错啦，房间非常的大，这个预估大概100平没有啦。棺材的假断线，然后不好啦，我没关系，反正现在我拿到了，虽然有点逊这样。OK， 所以这个是谁的家？看不到，吼吼。城堡客餐厅客厅餐厅，好，等下他刚刚说叫我找什么？星星房间的钥匙，所以星星是一个人吗？星星是一个人吗？我来找找。这是一个大厅的概念吗？哦，来看看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椅子感觉坐进来我就出不去啦。那是兔子吗？嘿，同类，你眼睛长得好像戴墨镜哦，同类，我不信打破它。这是什么？可爱动物频道，我想要转台。嘿，我要转台，这是音量键吗 ？Hello， 这个电视非常的可爱，白白的，感觉非常的高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点不到，这是什么？嘿。这看起来非常可疑啊，那个铁针感觉很可疑，可是我按不到它。球姐，嘿嘿，杀它！不杀兔子啦！那个铁针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嘿，哦，真的！哎呦，城堡客厅不错哦，城堡客厅哎 ，I know faster than you, sir。通常出现在陌生的地方不是应该慌张吗？啊，这个公主跟我一样嘛，少一根筋。啊，喏，凯文飞机，对不起，我有点那个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拿到了城堡客厅的钥匙，可是我主要是要去找星星房间的钥匙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收看了动物频道，这是个成就是不是？不错，我收看了动物频道，可是我怎么不能转台啊 ？Hello， 我想要转台啊。我想要看飞哥与小佛，这边好东西吗？好，没有。安安哦，不，我是虐待兔子频道。这样看起来的确是啊，而且为什么他都不动啊？有点可怜。我想要拯救我的同胞出来，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城堡客厅，所以我还是没有找到星星房间的钥匙。我来探索一下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个画是不是又可以钻啦、啊？然后，这是小狗它是什么？星星的爱犬哦，所以星星到底是我吗？我是星星吗？我不知道。星星的爱犬好可爱，我想为什么它一直看着我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可以穿进来了。哦吼，这是什么？盔甲吗？所以我可以任意穿。这是我的那个更衣室吗？只是为什么我的衣服好像有点男性化？动物星球频道，安安哦，兔子找，现在去找吗？哈维哦，安安，非常的微妙。然后电视坏了，还有兔子，对我可以圈养它吗？我想要上去，可是我上不去。可以 ，OK 的，这个画可不可以进去啊？可以，不行，是我的角度不对，还是它真的不能进去？可以，好的，可以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吗？
我想要进去画里面玩，上不去。钻石装，拿钻装，可是这里又没有怪，我开和平哎。兔子安，第一次看你的台，欢迎哦，玻璃小鱼。嘿，嘿，这里没有一个画是我可以进来吗？这看起来很大，不行哎，我想要进来，我想要进来，我想要进来。我觉得我家非常的粉红，我可以帮他换一下颜色吗？进来，进来。好，那我先去客厅好了。就是客厅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刚刚是客厅，我看了餐厅，我刚摔到了。好的，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西瓜砖上吧。Go go！ 哦，这个土感觉就有鬼。这边进不去吗？哎呦，哎，这里进得来哎，酷哦。这是爸妈房间的钥匙。哎呀，你怎么把钥匙藏在这里？听说之后要跟瑶跑空岛地图。是的，我明天大概预计8点吧，应该会跟瑶玩。那叫什么巨大空岛生存之类的，对，可以炫富钻石装，为什么啊？我觉得我现在的 skin 还不错看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接着来，这是客厅，客厅，客厅，客厅。还有什么啊？星星的房间，哦，所以这边就是星星的房间哦。哇，星星小姐，你房间好大哦，这么大一个。OK，OK， 兔子，我真正的名字是最后两个字哦，小雨，真的吗？好可爱的名字哦。呵，这里是哪里？爸妈的房间哦，所以我有钥匙可以进去，哎，感觉爸妈房间里面就有一些。好，我先来附近晃晃。这个大厅好，这个客厅超大的耶。哦，外面在闪电吗？好可怕哦！而且它是栏杆诶，不会泼雨吗？外面那个蜘蛛丝是怎样？非常的酷炫、华丽啊！这个叫什么？高贵不贵？不对，我觉得这个就不适合。其实你就是星星 ，OK？ 所以我会护个写个护个写个，不对，那是菲菲。这个是大门。就是哦，大门也有个钥匙就对了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厨房，厨房也有个钥匙。那我先进去爸妈房间好了。兔子现在衣服比较像囚犯，只要我就是喜欢当囚犯。这个火把好可爱哦。呵，前进爸妈的房间。哦，这个爸妈非常喜欢运动，是不是？这个哦，这好可怕哦，骷髅头哎。不知道是我现在 skin 是用，不是 skin 啊。不然我现在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材质包用的是创世神原版的，所以它的图都非常的诡异。这爸你的房间 yes 哦，这个是兔子吗？好大哦。然后什么黑凤梨安安哦安安哦，我不要打它，我不要打它，我不可以欺负它。这水里面哦，这个椅子好可爱哦，好精致啊，我想要坐下来。好，我不动了，我就坐在这里不动了。这个水里面有什么吗？逆流而上，呜呼！这里按迷摸，这里可以点吗？可以点吗？不行，这里可以点吗？无法哎。好哦，所以这是洗澡的地方吗 ？Skin 穿上裤子，像变吊带裤 ，OK 的吊带裤。这真的可以进去吗？不行啊，不行进去啊！你爸妈抓你的同类，其实那是我妹啦，对我妹是黑凤梨，黑兔子。嘿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书吗？我可以带走吗？剧情三，我现在到剧情几了？哦，刚好剧情三，来看看。兔子王和兔子女王的房间，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啊？哇，爸爸妈妈的房间都不一样了啊！对了，既然都变成公主了，那我一定要去找我亲爱的王子呀！嘿，开心的跳起来，短用短用，找出大门钥匙去找王子吧。可是我没有很想找王子哎，不行啊，这是故事设定，一定要找王子。我为什么会站到一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只是那个吗？窗户吗？我觉得这个窗户让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OK， 这个图好大哦，超大的。然后这就是一个面壁思过的小位置咯，我可以就是在这里思考我做的一些坏事情，这样反省。好，那这个水真的没有东西吗？哦，这里有个隐形的东西耶，太酷炫了。这水真的没东西哦。我喜欢玩水的说。出来，嘿嘿，我迷失方向了。我现在应该进来这一间是不是？哦，难得不需要钥匙。这个是，这是厕所吗？所以这是淋浴间吗？哎，洗澡咯。哦，真的耶，真的，真的可以洗澡哎。但是它的水柱有点超乎我想象的大。结果王子是一个鼻子大大的村民，不要这样啊！来看看这上面，我的那个莲蓬头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哦，上不去。点点点点点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哎，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我要死掉了，还是出来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桶哦，好可爱哦。为什么它会那个透出来？一个酷炫。这边有东西吗？
爸爸的便便，爸，你怎么上厕所不冲马桶了？崩溃。安呢？水的上面，水的上面有什么？水上面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点不到。鼻子长长的村民才对，鼻子大大，他的鼻子就是超级的凸啊。你刚注册，恭喜啊！这是水龙头吗？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嘿，有东西吗？墨油。我想要开水，我想要洗个手。我刚拿我爸的大便，我可以洗个手吗？好啦，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好了。发射器要点什么？水的上面有发射器，所以里面应该有东西吗？在哪里啊？我只能把它关起来啊。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这边有东西吗？点不到，点不到。大家有看买凸吗？嗯，马桶堵住，是的。这个真的，这可以点吗？哦，厨房钥匙哎，哎呦，不错，聪明，大家都非常有解谜的天分，像我就一点都没有。厨房钥匙，走喽，我们去厨房找东西吃喽。不仅我刚摸大便还没有洗手，活塞在上面一个 ，OK， 我成功的 get 了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出去，对不对？这是厨房吗？耶、yeah, 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，又可以吃东西，应该吧？哦，这厨房有点出乎我想象的大，这是瓦斯炉吗？好可爱哦！啊，没有反应。嘿，兔子会参加吗？什么东西？应该是不会哦。兔子饲料不是大便吧？哎，老师否则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太激动了。这是什么？厨余桶吗？哎，是仙人掌，我跳下去会不会死掉？盖起来。所以这里面也没有东西。呵，这是瓦斯炉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切菜的地方吗？然后就是个没有东西吗？啊，又是个假的水龙头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开吗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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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！星星最爱的香蕉，哎，我刚成就是不是有这个啊？我来看看，成就，跑到隐藏世界，对，我有拿到了，嘿，这是什么？收看了动物频道，是的，这个我有收看到，爸妈珍贵的。妈妈珍贵的钻石哦，这个没有找到，可是爸爸的便便有找到。星星最爱的香蕉，好吃的鱼，这里面有鱼吗？那这边呢？哦，这边不得开哦。把大便丢在仙人掌上不好吧？香蕉会杀人，你说这个吗？呵，我再关起来一次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牛排哎。我可以吃吗？可是我现在那个是和平状态。他刚刚说要找什么，我又忘记了。我真的是一只鱼，好吃的鱼。仙人掌那边好像有东西，真的、哦。等等，我看一下这边的箱子。满山遍野的食物啊，可是它是乐事洋芋片，可是我想要吃巧克力饼干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鲑鱼罐头，一大堆鱼罐头。味味逼泡面。喂喂，鼻旁边是兔肉汤吗？非常的崩溃。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啊？不能点吗？仙人掌，拿着玻璃，仙人掌的东西哦。没有吧？没有东西哎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所以它旁边是不是有东西？来看看，这里吗？有吗？点不到啊！是这边这有东西，还是我点不到？非常的可疑，会不会把仙人掌打掉啊？我来盘点一下我刚捡到的东西哈。我现在就收看了动物频道，然后跑到隐藏世界，星星最爱的香蕉有爸爸的 DVD。天花板上面有箱子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高哦，这是给巨人拿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花园的钥匙，这是大门的钥匙吗？门上面 ，OK， 这边还有东西吗？刚办成功之前没办法用，恭喜啊！啊 no，我不会念你的那个 Momo 口吗？Momo 口0518，这火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好暗哦，没有东西。哦，这里还有好多箱子哦。没有东西被骗。又没东西被骗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呢？这里会，这是比较白还是发光啊？这个呢？剧情四，我来看看哦。厨房好大，还有花园，找钥匙啦！我找到花园的钥匙了。Anno David 02 0628W，
我觉得我东西有少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再去找？我想把牛排放回去。牛排丢。哦，就是这个烤马铃薯。箱子后面看看，箱子后面哪一个箱子啊？开到几点哦？我应该就是把这个小小的解谜玩完就会先结束了，我也不确定会玩到那个哎，不确定会玩到多久。柜子上面的箱子，什么？这个吗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什么？哦，你说箱子后面有？这也太难点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哦，是没有东西吗？没有啊，看起来是没有呢，没有吧？我觉得我没有找到妈妈的钻石，我是不是应该回去房间里面找找？啊，那培根大大，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培根。我是个吃货。I know Stewart 1007。这也是，我回来爸妈房间找找好了。因为我妈妈的钻石没找到。老妈，你把你的钻石藏在哪儿？这边真的没东西吗？跳跳，水里面真的没东西吗？我觉得钻石搞不好藏在水里耶，搞不好 ，maybe。好，看来不是。不能说阿比，要说阿比公主。是的，我今天是公主哦。安哦，真的没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画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我是不是进不去啊 ？Hello，Hello。我想要进去画里面玩。安哦 ，Choco Fence 0806应该在花园，真的吗？所以妈妈把她的钻石埋在花园里面吗？这也是蛮酷炫的啦。真的没有其他？你怎么上床啦，妹妹？下来咯，这不是你的床啊？为什么这张床是三人的？非常的微妙，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吗？难道说？哎呦，这里真的没东西吗？原来我可以坐在上面哦。Hello， 我现在面壁思过，因为我找不到妈妈的钻石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下来。哎呀，不错，妈妈的珍贵钻石就在这里。C。安哦，您这是圆吗？林同学你好。I thank you pudding Joe， 对不起，我实在不太会念。I know Allison 2310090。等下我找一下，我剩下什么东西没找到？嘿嘿的，这个是什么成就啊？有吗？我有那个动物星球、动物频道，然后钻石，然后大便，然后星星最爱的香蕉，我剩下好吃的鱼跟高塔掉落的碎石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个嘿嘿的一个比较胖，所以其中我的一位家人他需要睡两张床就对了。 I know Sunny 890703。 这里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我想要找一个嘿嘿的东西，不是蜘蛛，有可能是鼻屎。嘿嘿的，这里还有东西吗？我觉得我把这间找烂了还是找不到，哭。设定个人资料，是的，要改名字在那里改，但是请慎选，因为你一个改歪，你就永远都是那名字啦。我好像进来不知道第几次了，这里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好，出来，可以不要再让我开这个三个箱子吗？还是说其实还有四个？不要这样对我，这里没别的东西了，好吧，就先这样了。继续，我迷路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应该走哪？哦，走这里。这里箱子一下没东西了吧？看起来是没有哦，没有吧？嘿，好，继续是 get your key 啊，这个是这边该不会藏了什么东西吧？这更衣室里面藏东西太不道德了。箱子下面哪个箱子啊？阿比公主，是的，我竟然是公主哦，不可以命令我哦。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看来是没有。箱子下面哪个箱子啊？这个箱子吗？看起来不是。房间的什么？我又要回去房间，好痛苦啊！我真的超讨厌房间的哎。还是你们说的是爸妈房间？我超讨厌我自己这个小不大鸡房间，因为我超级不按东西的。箱子的下面，点没有？阿比刚刚箱子底下那个箱子啊，看到他借头在地上，真的假的？中文名字就叫做阿比公主的超级粉丝，有点太长啦。你们说的是这个箱子吗？还是另外爸爸妈妈房间的箱子呢？这应该不是吧？还是是说我刚刚外面那个莫名其妙世界的底下？梦游啊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有障碍，我超大的障碍。
回来，可以不要再让我一直开吗？哦，我真的好讨厌这个箱子，它根本是我的克星嘛。桌上什么桌上惊恐，桌上哪里有？阿比的床也是两个。对啊，拜托你不知道，其实阿比是一个，就是大概体重有个200公斤嘛。我需要是两个床啊，拜托 king size 哎。嗨，同类，嗨。啊，所以我说那个箱子在哪？桌子有箱子吗？有箱子吗？这是我爸妈的房间。这个话非常的哦，老妹，不可以跳箱子，不可以。没有箱子 ，Anyway， 我放弃了，这样会不会太废？我放弃了，我先走了，我要前往下一站，我去找我的王子了，耶、yeah! ！是这里吧？这是花园吧？是吧？这是大门，花园就是大门吗？刚刚哪里还有门啊？哦，这里，对不起，有点障碍。所以说，这个箱子底下还有箱子吗？点不到啊！哈记头，什么哈记头底下有箱子，真的假的？找，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我迷路了，不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安哦，你是什么新店吗？对不起，我国文实在不太好。有吗？它有箱子吗？哈记头不能拿下来啊！不行了，被骗了。不管了，我要去花园了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我是个公主，说我要去花园就是要去花园，对吧？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嗯，哇，现在外面是天亮耶！走。哦，醒链吗？好酷炫的名字哦。所以我说这里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吗？我差一个东西，我差三个东西还没拿到。不管了，我要出门了。I know， 这是 Gorilla 吗？5566 ，Go Go！出来踏青咯，哇，有个瀑布哎，这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点不到？下面有东西吗？哎呦，好吃的鱼在这里耶！哎呦，我家后面瀑布有鱼哎，不错哦。微微 B 泡面 ，I know David 0628，这边还有东西吗？来看看，嘿，点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安阿比公主，熔炉看过了吗？刚刚熔炉有看过了，不过等一下可以再回去看一次。我又再跑回去看，别两颗。I know Joy 2001，这会太偷懒吗？这是花园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是可爱的樱花树的感觉。又是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吗？哎，不能坐了吗？我想要坐着啊，我要坐着欣赏我家的美景，这样会不会太废了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它的桌子好酷哦。单纯觉得醒这个字很帅，可是这个字不是每个人都会念吧？像这种阿比国文造诣非常差的人就不会念啊。上面是不是不能按？还有什么？等一下我看看哦。现在剩下高塔是什么？高塔掉落的碎石跟黑黑的电视前都是桌子，不桌，对不起啊，国文不太好啦。电视前都桌子下好像有东西耶，真的吗？等，来晃晃。哎呦，我家怎么长得那么小？我不能出去吗？放我出去啊！我想要去远方的村庄。哦，这里也不能走吗？我是个被囚禁的公主，谁来救救我啊？安安哦，兔子什么时候要和巧巧玩？不一定哎，这里面应该有钥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他会把钥匙藏在哪里？我真的，黑的是不是要去黑一点的地方找啊？真的吗？你觉得那个他作者大大会把钥匙藏在哪里呢？这个喷泉感觉就非常的透明。哟，哦，上面有箱子哎！哦，找到了大门钥匙，哎呦，碎哦！大门钥匙就在这儿。那我是不是剩下黑黑的东西还没找到呢？摇粉吗？摇粉9453哦，9453哎，不错，安哦。好，我来找找。黑黑的东西哦，是说电视桌下面是不是？我突然觉得我非常的废。安哦，我不会念你的 ID。那个电视底下是吧？电视没有啊，它只有哦这个哦电视桌是不是？点不到。嗯，哎呦，黑黑的找到了，哇，你们好聪明哦，不愧是观众，都非常的聪明。安哦 ，Jimmy 92121616，
你是奶粉，奶粉是感觉很好喝。兔子的声音很可爱，但是你还没有听到我崩溃的声音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刚拿过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大门，对吧？我可以去找王子喽。其实我没有那么想去找王子啊，老实说。花园应该没东西了吧？那我去大门喽。西瓜砖，妈妈不准出去，给我好好待在家里。不，放我出去！我现在是变成长发公主了吗？然后就是我要把我的头发弄下去。不对，错故事了。总之我就是被关起来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跑酷吗？不，我真的，那我这所有里面最不会的就是跑酷。好，剧情六，来看看喽。阿雷，这里高塔，为什么？就算我是公主也不能这样啊！我一定要逃出去。嗯，很好，作者心情跟我一样，我也想逃出去。兔子表演一下崩溃的声音，不，这个崩溃的声音不是说要就有，这个需要就是某些事件触发这样，例如说跑酷。哎呦，我真的超级不会控制跑酷的。哎呦，阶梯阶梯，不行不行，掉下来了。好的，目前开台已经过了37分钟，你们可能后来接下来半个小时都看到我在跑酷。哎呦，是瑶哎，公主兔，不，我是兔子，对，我只是只兔子，居然直接关监狱，对啊。哎，我真的不会，我该怎么跑去这一格那个楼梯？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我跳过去表演 shift。不喜欢去打 game mode 的玩。好的，因为我是公主，所以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开始任性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跑好。哎，为什么上不来啦？嘿，我来看看。哦，不行啊！哎，我真的超有障碍，就差这一格，怎么办？开始出现障碍了。看了阿飘跳了半天啊，什么？可以使出断线这一招吗？然后断线完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我已经在上面了。上不去。不行，我如果再试个两次我还是上不去的话呢，我就要开始使用断线绝招。嘿嘿，不行。外面一点在跳，是靠近梯子一点在跳吗？可是这样没有办法哦，不要靠墙会撞到梯子哦。真的吗？我应该是，为什么我连跳了？我应该是要踩梯子上去吧。哎，这个妈妈也真狠心哎，把女儿关在高塔，还有跑酷才出去。从边缘跳，好，我等一下来试试看。边缘是吧？可是边缘就不能那个啦。好，我应该是没有助跑到。我真的超不会助跑的啊，超不会这个跑酷的啊，根本有障碍，我可以。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，好，全部人都在管瑶，都不管兔子了，没关系啦，其实我不用你们管啦，真的。哎，我上来了，有箱子，点不到，钥匙是吧？钥匙还水中呼吸耶，太酷炫了。好，我现在要怎么来这一个？怎么办？要怎么跳啊？我超有障碍的，我不想要再重跑一次。他就在我眼前这样下去了。那个妈妈应该有先跑过，我妈这么厉害吗？那她一定不是比较胖的那个。离墙远一点，梯子怎么离墙远一点？哦，我又下来了。哎，你看我从白天跑到晚上，哎，超弱的。嘿，安安哦，茶粉包。嘿，好，我现在又是这阶了。哎，上来的，好酷哦。我刚刚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钥匙。这上面是什么啊？我可以上去吗？这是那个城堡的旗子吗？哇，想不到我已经到屋顶了。展示崩溃的声音没有啦，这哦小 case。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高塔掉落的碎石，我成就是不是集满了、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按错了。哎，对，我的成就集满嘞，按住 shift 往后移 ，OK 的，感谢你们。好，我要再来插钥匙。我想要出去哦，刚刚在下面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我的风景，在那个非常的月色优美又幽静。我国文真的不好，走咯，拜托不要等一下叫我再跑第二次，我真的会很崩溃。走，哦哦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
end 哦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哎呀，想没有我想象中的难了。出来了，虽然可惜不能再当公主，不过还是当个纯情少女比较好。只是在自恋个屁 ，Fifty， 没关系，我可是星星呢哦，所以星星是我就对了。呼个谢个，呼个谢个。哎呦，有50页，认真。从此以后，星星知道了，绝对不能太开心。星星过着幸福快，是这个乐吗？快乐的日子。空白。我喝个水，有点渴。怎么这么多页？哎呦，出现了，可喜可贺！谢谢作者大大，你浪费了我没有啦。好，所以现在这里是，谢谢你的游玩这个超级傲娇星星地图，真的有点傲娇，不是我要说。然后，如果星星有 bug， 请到巴哈回复，应该是没有吧？刚刚玩起来非常的顺。右旁是作者们的介绍哟，就是我看不太到。对不起，我实在视力不是很好，但是总之作者们都长得非常的美丽，有没有？非常的俊俏美丽，没有啊？终于出来了，对呀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拍照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放成就的地方对吧？呵，来放成就，嘿嘿的。然后收看了动物频道，妈妈珍贵的钻石。波波的特别星星最爱的香蕉，为什么香蕉是剑啊？非常的具有攻击性。幸福变幸福了，什么？我刚没有注意到哎、欸，你们这一群人。这是好吃的鱼，高塔掉落的碎石，还有超级 OP 的跑到隐藏世界。OK， 我完成所有的成就了。好，这箱子应该就刚刚的吧？那我就去拍照去喽。这个是可以撞吗？还是哦，这样就出来了。好暗啊，可不可以调个白天呢？允许我 game mode 一下。我是不是打错字了？OK， 哇，这就是星星本人吗？是他故意那么高，还是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耶？看来原来我就是星星就对了。哦，外面还有几只那个是什么羊吗？非常的可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短，可是可以被我玩到快要一个小时的游戏，应该就先到这里喽。跟大家合个照好了，你知道我最不会的就是合照，想一下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没错。然后再来一个，我不太会调。然后隐藏那个叫什么？玩错了。不是，这个吗？不对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，耶！阿比安，哦，现在才来吗？难怪两张床，这个两张床也不够吧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咯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